比西红柿便宜1块钱。对，读得非常好，便宜1块钱。来，我们再来看这个。刚刚说哥哥高，弟弟怎么可以说弟弟没有哥哥高？弟弟没有哥哥高。那这个呢？你怎样说？双满。弟弟没有哥哥这么高。对，这么高，这么高。那看这张图片，看这张中间这张，用这个来说，用这个，没有什么什么，那么怎样？这个用没有这样的说，这样说。爸爸的手。没有，孩子的手那么高。那么小，可以说没有那么小，也可以说孩子的手没有爸爸的手。大，没有爸爸的手大，是爸爸的手要大些，孩子的手小些，所以可以这样说：孩子的手没有爸爸的手那么大。来，再来看这个，这个用这个结构怎样说呢？青菜。没，可以说西红柿没有青菜便宜，也可以说青菜没有西红柿那么贵。来，我们大家把这三个句子读一遍，大家一起来。弟弟没有哥弟弟哥，没有弟哥弟哥没有有哥哥高，那么高。可以。孩子的手开始孩读。子的手孩子没的有爸手爸的没有爸手爸的手都大，那么大。好，这个呢？西红柿没西有红柿没青有菜，青菜，没有青便菜，宜，这么便这宜。么便宜。对对，很好很好。我们来。